哎，咱们还有必要比吗？那么这样吧，咱们这三位都是咱们的成功的选手，怎么样？我觉得 OK， 你觉得怎样？OK， 那要这样吧，我恭喜我们三位也是获得了我们这一轮新的小比赛的小游戏的奖品。那么稍事呢，我们请三位去下去顶一下我们的扑克，也希望我们三位在我们这儿玩得开心，玩得愉快。你以为有四个男的，结果是七个男的，这是七男三女是吧？对呀、啊，而且他好漂亮的，你看看，对，有气质，有气质。你这是多好看呀！是个女的，纸巾吗？你巧了，看到没有？巧了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你是怎么想到用纸巾的？看来他放的是我没钱买胸垫，我就拿纸塞的呀。啰嗦。我也是，姐妹。天哪！你这是怕我好多鞋。我也是觉得这女的真的好，身材好好呀。对，交流经验。你这样没带胸吧？我也有这一套衣服，貂蝉。我以为我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刚才有两位获奖了的小哥哥，想象来即兴给大家来一段非常精美的舞蹈。当然了，他们刚才好像也是参赛选手，所以相信他们舞蹈的质量会非常的棒。你要不要去即兴来一个？有请我们两位帅气的小哥哥。跳什么呀？跳那个嘛，跳小苹果。对，这貂蝉是男的。这里有一个小苹果。这貂蝉是男，这有个 GoPro。刚刚那貂蝉也是男的。刚刚以为只有四个男的，结果没想到是七个男的。我站在一个人，我做了那一个一个。他们两个也好看。他们那两个同行也要上台跳舞吗？我不知道。我是问一下他们知道跳舞。对，青鸟，青鸟。拉巴拉，你打死！我一定是男的吧？我不会，太会。操！麻哟，你也是麻了。可惜我值得进土不太会。季明月，你跳不跳？他教的，我有点忘了。我们俩一起去跳季明月。欢迎马哥。啊？扇子啊，我有一把，有只有一把。哎，我扇子嘞，还会跳什么？谁教的这个？哪个谁教的？你要上去跳吗？季明月啊，我的天，天每次都跳季明月，一去漫展的那就是季明月，一去漫展那就是季明月，一去漫展季明月。除了吉他净土还有什么可以跳？就跳《桃源恋歌》也可以啊，然后《江山外围》可以啊，《红颜暧昧》，然后《金明月》。金明月吗？金明月上不上？我们三个。对。金明月。都快出了吗？我们三个金明月吧。我们三个。买啊！借一把嘛。他们又要我买。借一把。三倍快乐，三倍快乐，兄弟们，三倍快乐！你们看看我。这个会不会？彩虹节拍会不会？会吗？会呀。他唱歌不是吐。对。对，到头来还是吐。到头来还是吐。还得吐。我说上去像个小苹果。只有一把吗？啊，我只到一把。拖鞋跳舞，哇，又来一个拖鞋舞神，跟小秋一个待遇啊，跟小秋一个套路，一到跳舞就换拖鞋。对啊，拖鞋。哦，金钉耳朵咋没带？忘记了。哦，对哦，你不说我的，现在光脚光脚跳，季明月吗？对，先跳季明月吗？我和星海先跳紫罗兰。啊，你们先去。他长得好像那个，哪个？长得好像那个。虚拟账号呀，虚拟的账号吗？简直一模一样，是吧？谢谢我们刚才两位帅气小哥哥给大家带来的即兴演出，很像我一个，即兴演出真的很棒了。快去吧！接下来是我们由一些小伙伴带来的即乐净土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，玩得愉快。哇，直接拖鞋一甩，我操！拖鞋。
耳朵了，忘了，我突然你们一说就想起来了，就忘了。台下人均舞王。哇，这大摇臂，这大摇臂真的爽，大摇臂。这边的，我这边要讲一讲，这边好讲。不是没学会，是忘了。这条也跳得好，这条也跳得好。这个才叫极乐净土吗？我操，兄弟们，什么叫极乐净土？这才是极乐净土。身后也特别好，它是有那个益生菌，乳酸菌，就对你肠胃特别好。我袜子掉了，我直接把袜子脱了吧。好，脱了。哦，你袜子掉一半了。对，掉一半。上面穿旗袍，下面穿三叶草，这搭配。两个多买一双衣不错吗？对，养肠胃的。我看一下，我看着还有什么？就餐。哦。可以。是啊，上去，天天养得多来。那个小姐姐呢？什么时候能跳？没有时间了。啊，还想去哪儿？肌肉猛男没看到吗？我们没有过去啊。啊，没有过去哈。他说他不想。啊，他说他是什么？这个女人他们还在这拍的吗？那我们在这里直播吧。那走，我们逛一逛吧，我们一起。哎，你好聪明啊，你带一双拖鞋，我都没有拖鞋。不是，是我昨天穿高跟穿到极限的，我决定今天带一双拖鞋。你昨天也来了吗？没有，我昨天去跟他拍正面照。哦。对，走路骚气，走路骚气。啊，可以的。好有气质呀，我觉得。哇，这拍照吗？对，哎，他呢？他在。这是什么武打的动作呀？好熟啊！他们是在拍东西。今天找你拍照的人多吗？那还可以。都是找我集邮啊，然后有三个还是四个摄影师。哦，那还可以。你今天化妆花了多少钱？55呀。55哈。对。化的挺好的。所以那个妆娘以后就是爷的御用妆娘了。是吗？发型也做的挺好的。发型是他买的，就是自己盘。盘好的。你好，谢谢。为什么你要说谢谢？啊，一般是别人找我集邮的，别人给我说谢谢吗？对。哦。就是以后就是你的御用妆娘了。行。就是80-90块钱的妆娘换了一个烂妆。我上次去秋日就不想吐槽，真的是那个妆娘化的妆，我刚进展之后假睫毛就掉了。刚进展子假睫毛就掉了。刚进，我地铁站出来到展子，最多不够5分钟。是吗？然后假睫毛就掉了。是吗？你想不想去看肌肉猛男吗？我带你去。走。姐妹不想去。我不知道，我今天要不要回去的？你考虑一下，我是个公司啊。你们学校在哪儿啊？西湖。高中还是高中？职业高中。对。哦。西浦职高，杭州吗？不是，郑州。哦。谢谢爷的毛发。你就这样穿着回去吗？对呀、啊。哇。我们俩都这么出来的。也是这么出来的。可以。帮我那个顺序帮我去。我那个小姐姐好漂亮。哪个？那个。带去吗？
这鬼鬼的办卡，兄弟们，我看到个贼漂亮的手机。长枪短炮。你跟你一段歌曲，你知道我现在是什么了？这为什么忘了？哇、哦，美的美的美的！要号码了没？有有有。少哥两个人聊聊天，坐一坐。放这里来。拍得到你，拍得到你。这个袋子是我赢的，这个袋子是我赢的，这个袋子也是我赢的。哇，赢这么多！可以。常规操作。我上次来漫展也赢了很多东西。你除了 cos 这个角色，你还 cos 过哪个角色？雷姆。雷姆吗？你还有雷姆吗？是哪个？和服还是女仆还是？女仆。女仆的。对。下一次你 cos 什么？下一次 cos 公孙离。公孙离，你的 cos 服都是自己买的吗？对啊。哦。咱没那个本事。我不知道，我也想问，习惯买。还是挺贵的。你这套多少钱？400多500。400多500。啊。也不是很贵。还好。还是很贵了。因为十三娘是穿她的鸡脖的。是他做到修身的程度的话，你有没有男性角色呢？全是女性角色。那你舞蹈呢？是跟着视频学吗？对，跟着 MV 学，不跟视频教学学吗？直接看 MV 学。对啊，看个视频我就那么厉害。但你有没有都控制他们的？好，可以可以。哦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放到你们了，不好意思。白嫖的羊毛都味道不错。可以。可味，我不要。对，才16岁，真的，太吓人了。一浪比一浪强。基本上漫展都要去吗？基本上就去，或者换电话车也去。有钱就去。为什么要有钱才去呢？因为咱们学生。可以那个自由行加门票。我们要去申请教育。嗯。肯定有一次申请的机会，早忘去了。那这个你是今天是买票的吗？对。70。15。嗯，15。